我告诉你，我跟耿公青梅竹马，眼下就要成婚了。这个时候谁敢拦我，我就杀谁。你说不说？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那个耿公真的没什么。鬼才信你！千真万确，你能不能先把这把刀拿开啊？你说的最好是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跟耿公青梅竹马，眼下就要成婚了。这个时候谁敢拦我，我就杀谁。这种乱世你们也想着结婚？成了婚，我们就能共赴黄泉，下辈子也能在一起了。天哪，心真大。所以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听见没有？耿公，你干嘛呢？没事儿，我们俩玩呢。啊，没事就好。现在形势危机，我也顾不上你们，你们两个人互相照应一点。好，那没问题，一定的，是吧？放心吧，一定会的。报，将军，范将军叫你速去比武场。知道了。开门见山，现如今漠北大军兵临城下，我给你们两条路选。第一，继续待在牢里，等我打走了漠北大军，该杀的杀，该斩的斩。第二条路，追随我耿公抵御外敌，是想千古留名，还是遗臭万年，你们自己选。说得好听，外面有20000漠北大军，就凭你们这几个兵想打赢人家，做梦。说是让我们戴罪立功，实际上还不是让我们去送死。就是这样，就是把我们当傻子吗？就是。那这样，我身后就是大门，你们谁有本事从这门里出去，我就免了谁的罪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这怎么行？放心吧。你说话算话，嘿！Hey!